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小铃铛，哎，小铃铛，大家请多多支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。大家已经应该有看到跟十二万的约会，还有小妈做饭的那个影片，还没看的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哦。然后呢，我是刚刚坐了4个小时的车，然后刚刚来到屏东，太热了，太阳太大了，地球34度哎，我的皮肤，我受不了，我先去明室里面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明室，像有一种台湾又有日系的感觉，好日本，有一点像京都的感觉，也有那个台湾的 feel， 这个好日本哦，可是这个地方是很台湾，这是完美的 mix 的，見て、すごい，好日本哦，畳耶。很像那种吉卜力或是鬼灭之刃里面的房间，这里真的有一种很怀念的味道，很像我的老家有一间房间是榻榻米，然后呢通常不会去那个房间，因为那个房间是给客人的房间，可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太热，很想在地板上躺在睡觉的时候会去榻榻米的那一个房间，外面太热了，我不想出门了，今天一整天在这里好了，哎呦，这里有一个那个，哦，可以开耶，这边是台湾，这边是日本，对，这个是台湾，可是看一下这个，好日本哦，期待这次的旅行，屏东旅行，没有，我看到一个蜜酱，他应该在家里一个人很开心，休息一下再出发吧。哎，到底怎么弄嘛？啊！才能真的是假日本了，真的太久没有回去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我准备一下再出门的，拜拜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刚刚录完的，然后车完带我来吃少年鸡。对，我们工作结束一定要吃少年鸡，补充一下今天流失的元气。真的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你带我来这边吃吗？就心心念念他们的鲔鱼蛋饼，还有他们的炒泡面，对，太好吃，台北吃不到那个东西，所以很开心。很开心又来到屏东可以吃了。完全是靠你，忘记下次吃什么啊？忘记吃什么 ？OK， 我记得。我觉得我只记得好吃。对，那你喜欢吃炒泡面吗？对，炒泡面。好的。还有蛋饼。你要大碗还是小碗的？小碗。啊，小碗。嗯。是大蛇丸。对，我是大蛇丸。OK 了，各位观众。早上起来才假崩啊，这不是舒舒服服吗？今天12点前，玛利亚都是我的人。Yeah， 好可爱。对啊，那你还想吃什么炸物吗？其实我很好奇，我之前来的时候是店的前面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经过上次我们玛利亚跟台哥还有达哥光顾之后，
整个聚宝盆聚起来，整个潮州的生意都吸过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直接从餐车升级成店面。十块，我们直接把后面店面租下来啊。超厉害。对啊。再看一下，超大耶。对啊。那些拉面店还大。嘿，玛丽亚莎。我们餐都点完了。对，我们签上我们的名字就可以送出去了。十万的是呢，完全没有折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没有朋友优惠吗？没有的是呢。是上次的那个男生。对对对，打妹。打妹的是。打妹的是。有点泡温泉的是。真的吗？刺青不能泡温泉，为什么？在日本的话，就是因为泡温泉那个纹身会流出来。不是，就是有些小朋友害怕。很久没泡汤了，去北投。北投。改天带去北投玩。可以。泡汤泡起来的是。这短哦，这短哦，被误会的。还是会被误会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来，海哥很常讲。哦，海哥常讲这个北投泡温泉的事呢。哎，是你把谁被海哥教坏了的事？对。哎，马吊上，下一屏东最有印象的是什么？热。对，很热。很热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以为那种受不了的很热，可是它是干热。对。台北是闷热。哦，说的是呢。所以还不错，而且晚上的话。根本没有什么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哦，对，晚上就凉凉的。对，而且大家的生活都很慢。对，就慢慢来。对，很像世外桃源。对，真的跟冲绳很像。太开心了。对，我很想他。嗯啊。嗯，就是这个古早的味道，超棒的这个味道，我觉得真的最好吃的炒泡面就是在这里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吃完了，好快！哎，对啊，我吃东西很快的，是呢，五口就吃完了，两口就没了，满满的没有，是那个蛋饼的味道吗？哎，很快丢出来。嘿，对，这个很好吃，有点像热狗，可是又比热狗好吃一点。真的耶！哎，它叫做小肉豆。小肉豆蛮好吃的。嗯啊。太好吃，吃太快。吃太快吗？平常马来西亚吃很慢吗？对。哦。因为太兴奋了，我吃太快。很好吃耶，跟日本的很像吗？很像，炸物也很好吃耶。没有，有吃吗？有啊，超饱的马来西亚上，今天一整天下来没有停呢，因为每个行程都在吃东西。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吃身体的关系，很容易被误会。哎，对，很容易被大胃王。哎，对对对，其实跟各位讲，我只是长得胖而已，我真的没有吃的特别多，你们都误会我了。是从哪里来的？哎呀，这就是那个一个爱嘛。其实你平常就知道，今天带我来吃什么？笑脸筋。玛丽亚桑，只要喜欢，我还可以从潮州外带上去台北给你吃。玛丽亚桑，爱的，爱的是呢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潮州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是吗？很棒的。超棒。有你最好。真的，只要玛丽亚桑需要，就算你在日本。我也是马上飞过去，没有东西吃，你早上跟我讲，我晚上送过去，绝对没有问题嘛。爱的力量，爱的力量就是这么伟大的事呢。また明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です。中国旅的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、晚安。哎，晚安です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屏东第三天，今天呢等一下去拍一个东西，所以先中午吃午餐，早午餐，对，因为昨天
就是太累，然后早上睡饱一点，所以没有吃早餐，所以今天很期待午餐的，而且听说很好吃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不出来吗？屏东超级日，那今天也加油的。今天的晚餐啊，不，今天的午餐是锅烧意面。我好像没有吃过锅烧意面，臭豆腐好吃吗？臭豆腐的味道是不是？千万不要点臭臭锅。好，我们点臭臭锅。啊！不要！哇，有虾子耶！再来一个。好，好好吃，好好喝。我们大家最适合吃。然后屏东人早上都会吃锅烧意面。嗯，天的时候。真的？对，上学都吃这个。早餐店一定会有。这个早餐店铁板面包。就是，哎，差不多。我帮同学补习班也都买过。太好吃了，很喜欢。你比较好吃，想吃早餐。对，对，里面好有钱人呢。屏东人的早餐很豪华，那个超好。所以如果你要不要去那边，你问你这边不要去，那我们就是不要。嗯。那手机就是。所以我很喜欢。嗯。嗨大家，我刚刚工作了一下，是在外面拍摄。屏东真的是太热，听说今天有40度，40度是泡澡的温度哎呀！台湾的夏天真的是好恐怖的，哎，明明就现在是5月而已，哇，6、7、8、9，这4个月好好防晒。加油的！那因为刚刚真的太热，所以呢，我们工作完来吃冰。听说最佳的冰是用水果做的，然后口感也很特别的样子，所以期待。冰来啦！我是点蓝莓独独，加珍珠还有凤梨，感觉好好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お。很好吃。前天吗？吃完一个敏感性牙齿，所以吃冰需要时间才能讲话。可是其实我也是超级敏感。蓝莓多多跟珍珠很配，很好吃。这个是很真正的水果的甜味的感觉，好好吃哦，我喜欢，这是我的菜。嗯，凤梨。很好喝耶，喝你果汁的那个味道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好像上一次来屏东是海鲜馆，然后后面都没有机会来，这次来到屏东，然后一边工作然后一边享受屏东嘛，很好玩。虽然就是
太热，有一点太热。可是呢，台北是比较那种皮肤很湿湿的那种不舒服的热。可是我觉得屏东比较干，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接近日本。这次真的蛮开心，然后没有去到的地方，还有没有吃到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所以我一定要下次再来一次屏东。而且昨天也是跟娇妈已经打过过了，下次是不是工作是私底下下来找她，然后她说她给我她煮的卤肉跟炸茄子，很期待，所以呢我一定下次也要来屏东玩的。这次觉得屏东也很好玩，很不错，而且屏东的人都很热情，又认识了新的台湾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很多地方，然后可以认识更多台湾大家。那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，下次见。I'm shiny like a...